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那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线上等待的选手。好的，主持人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杨柳，来自贵州遵义，我是一名独竹飘传承人。独竹飘还真没听过。独竹飘呢，它是发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一项古老的民间绝技，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。它是怎么一种表演的形式呢？它是一根竹子，手上也有一根小竹子，就把它叫做桨，然后在水里面漂浮。哇，是不是感觉像那个功夫那个高手一样啊？那你是自幼习武吗？对，我是从7岁开始接触独竹飘，我是跟着我的奶奶学习的独竹飘。那个时候奶奶她就鼓励我，让我尝试在这个独竹飘上把舞蹈基本功都把它融入进去，然后也是得到现在很多人的认可，让我坚持更加坚定的要把独竹飘好好的发展下去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大声的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吧。是金子总会发光。100秒，计时开始。真的好美啊，有种感觉像。谢谢杨柳的表演，在这里我们宣布挑战成功。